黄渤，他穿来，他穿雨衣啊，这穿雨衣啊，这穿着雨衣跳舞啊，你真的是，我也是穿呀。巴不得穿着雨衣跳舞，他们说是雨衣，我真的好奇怪。因为我没能出来啊。他穿的。刘云老板的右左手，这个听不懂，他说什么？关这说什么？对，不可能的小伙，给我，我给我，他把门干了。讲究人过节，这是哥们在加那个，就是听不懂。这些给我，这些给我，这扎西德勒吧，听一下。18%的电应该可以还来一首，还来一首吧，这个还可以吧，这有点长啊，这首歌，这个要蹲，哇，没电了怎么办？哎呀，小钟摆在这边，走，往前走。坚持一下，这个把这首歌。这个曲子跳完了，再一次关机，好吧？待个时间。往前走。走了吗，小钟？他跑到后面去干嘛？远一点才能射到全身，我在那里看，站近了之后，前面，因为往前面站噻，跟了文武和一起噻，跟了文武。穿绿衣服的那个，把他们位置占了，我让他们站在公墓的旁边嘛。啊，那为什么？这个节日太多了，也星期六嘛，星期天啊，好啊，他们很多啊，要看适合再多，再体验一下，到时候再摇啊摇啊。这里方向不要，不是这个，你那么大。嗨嗨嗨，你好。哎呀哎呀，来自意大利。哈哈哈。最近在海外直播啊？海外直播。这边。啊。
下我把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我搞错了，我把那个手机没拿来，然后你架到相机上面拍。下午我放那个视频放上去，你们可以也看得到啊，只能说晚一点是吧？然后几十个小时，有可能有七十个小时，有可能三四十个小时，或者十多个小时。现在这个 YouTube 里面，这个事儿，这个处理速度好慢。我回去这段时间才回去剪辑，然后压缩到全部传到上面，然后再返程，把系统处理成1080到4K。整个流程吧，应该要走个正常，应该要15、16个小时。但这几天我有可能是40多、27个小时左右，这个时间60多个小时。因为跟他的水中心的关系，